我回来了，哎呀，这两天可把我累坏了。我妈呀，跟着社区业余演出队下乡演出去了，送欢笑。哎呦，我大姐这两天也不知道忙什么呢，家里边家务活落我身上了。哎呀，我这么大老板哪干过这事儿啊？哎呦，可把我累死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小朋友也都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哎呀。 来，拿一个来，来，接着，来，哎，来，你来一个，哎，咦，你停，哎呦，不行不行，别闹了，大姐，我们家有耗子，我这还不能乱放呢，耗子在哪儿？不耗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呀，耗子精，耗子精哎，你们家耗子这么肥呀？哎呀，爸。 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妞妞小时候玩的东西，你把它石头出来干什么？妞妞还能玩这个吗？她都多大了？哎呀，你还小啊！<笑>想妞妞了，拿出来看看。哎，你刚才回来的时候啊，看见隔壁你王叔了吗？王叔啊，没有啊，你找他？我找他？不是，他都把我气死了。怎么了？这老王，哎呀！ 你是不是他？我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你是不是跟王叔又吵架了？什么吵架呀？啊，刚才下象棋，啊，一共下了三盘。怎么样？头一盘他没输，啊，第二盘我没赢，啊，第三盘我想和棋，他还不干。哎呦，好家伙，听听我这，我爸呀。 我爸这象棋水平发挥的一贯都这么稳定啊！我跟你说，他那招太损了。我没听出王叔损来，我听出你臭棋篓子了。你说什么？<笑>爸爸爸，哎呀，不就是下盘象棋做个游戏吗？干嘛这么认真呢？别生气。是不是这道理我明白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不是爸，你看你岁数也大了，是吧？又有高血压，你这玩个游戏就生气，对你身体不好啊。 行了行了，反正啊，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，你不是咽不下这口气吗？对啊，我就让你把气咽了。哎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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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玩呢，我错了，做小辈的哪有这么说话？就是不是，我是替您出口气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你把王叔叫来，咱俩一块儿对付他，行不行？让我出出气。但是我得问问你啊，你对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你都了解吗？ 连这个都不明白，我怎么在文化馆干的一辈子？那就行了，你就看你二女婿的啊，真能把我出气，打电话叫他。好嘞，咱准赢啊！哎，准赢他！哎，不光赢他，还得气他。喂，喂，老王吧？怎么的？刚才那几盘象棋输的我很不服气啊！你永远不服。咱们换一种新的游戏，你敢玩吗？ 不要了，不敢来，我叫他去。哎呀，哎，来了，哎，王叔来，我来应战。嗯，老范，你说玩什么游戏？不是，哎，王叔，做游戏是次要的啊，主要我爸想请您喝两杯。 哎呀，老米不在家，你就上屋吧，是不是？他不让你喝酒，他来电我告诉他。你也就能告诉。哎，别，王叔啊，酒咱是不敢喝的。哎，今天喝的这个酒不是传统意义的酒。什么酒？哎，这就是酒。这个酒怎么喝？怎么喝呀？啊，就这么喝。 这喝的没有意思呀！哎呀，王叔，咱做个游戏，我把游戏规则给你讲一讲，你就觉着这有意思了，是吗？哎，你讲一讲，我听听。我先问问你啊，你对咱们传统节日你了解吗？传统不就播个节目？那就行了啊。那我就什么呀？这游戏就肯定有意思，是吗？哎，你们老哥俩啊，一个占双月，一个占单月。 找一找咱们国家的传统节日，哦，谁找对了，那就是正令，哦，那就要敬酒三杯。怎么敬？就这么敬。哦，哎，谁要是找错了，嗯，那就罚酒三杯。那怎么罚？就这么罚。
哎呦，这个酒不错，就是有点上头啊。有意思吗？有意思，有意思。爸，行不行？没问题。那行了。本裁判宣布，比赛开始，双方选手就位。赶紧过去，过去。好了，二位选手，请选一下单月和双月吧。我先选。停。我爸，本裁判有个意见啊。王叔是客人，到咱们家来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让王叔先选。哎，看看，看看人家顺风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不但正直，这孩子一点坏心眼都没有，公平。哎，王叔选。哎，我选。我选什么？好事成双，咱得选双月啊。对。好，一个蛋一个双，我选双，剩下你挑。那我还挑什么呀？我挑啊，我就单了呗。好，顺风，来来来，单月。怎么着，王叔？这个节日，这个我有点糊涂。我会呀、啊，你得帮我。你放心啊、哦，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们俩，是吗？我肯定帮着你。你能帮我？你想想，我在这个家里是倒插门女婿，我爸天天欺负我呀。你说的是心里话。我跟你说，咱俩今天合起伙来气气他。你帮我？我帮你。行了，啊、你放心，这我就有事了。好，比赛开始。爸，你是单月是吧？啊，单月啊，单月先说，从单月里边找出传统节日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大伙听好了啊！正月初一，春节。行，哎，先别鼓掌啊！干啥？本裁判要发言。我跟你说，正月初一是春节，谁不知道？对，俗话说得好，不出正月全是节，对不对？这不算。不算啊！你看看这个孩子多公正，给他鼓鼓掌吧！哎呀，哎，我宣布这不算，有本事咱从三月开始。哎，从三月，三月开始。对，三月，三月就三月。你选，三月，三月初九，什么节？寒食节。寒食，有这个节吗？还真有。就是清明节前几天呀、啊，就不能吃热食了，吃冷食，故而叫寒食节。他猜对了，他答对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敬酒三杯啊！哎呀，可喜可贺！行吧，来吧，敬酒三杯。哎呀妈！哎呦，好。你真下得去手，你等着。哎呦，爸呀，你这有什么高兴的？这比赛才刚刚开始。哎，刚开始。哎，王叔还没说呢。哎，头一个季度我让给你了，对不对？哎、王叔，该我说来了。四月，四月，哎，四月那个节可有的是。对了，四月首先选。哎，他是，他什么节？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呀。哎。四月二十八乱传上，我问你什么节？咱们是什么节？乱传节。乱传节。大伙说这是人话吗？不是、哎。乱传节他没有吗？什么乱传？哎呀，酒，哎呦，酒，哎呦。好。王叔，王叔，王叔。你性子太急了，我刚才跟您说是四月二十八乱穿纱，这是个顺口溜，这不是个节。我猜早了，你猜早了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这个破嘴。哎呀，哎呀妈，有点上头了。行了行了，不着急不着急啊。对啊，那行了，那五月吧啊，五月了啊，五月，五月，五月初五，什么端午节？端午节有吗？那肯定有啊，吃粽子嘛。去年我们家吃粽子，你差点撑着，你都忘了。又猜对了，哎，又猜对了，还得敬你三杯。那我还得喝呀。哎呀，你这我喝吧。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哎呦哎呦！好，好，好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彻底上头了我呀！哎呀。不着急，哎呦我的妈！不着急，没事儿。哎呦，没事儿，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俩。对啊，来，对，哎，六月，六月，你等着，王叔，六月啊，六月，六月，哎，
六月。六月什么节？六月六看古秀。对，对，六月六看古秀，春打六九头，姑娘大了不能溜，溜来溜去溜成绳。王叔，我让你找节日，我让你唱快板了吧？王叔，王叔，这也是个顺口溜，这不是节日，你说你怎么性子这么急？不玩了啊！从开春我喝到上秋了，都晕了我。不玩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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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不玩了，爸，我呢？你看人家王叔这个人就是心眼好，不，谁不知道啊？啊，过了六月。双月全是节呀，对呀，这时候人家不玩了，他就是有风格。你看，停啊，玩啊，玩，还玩，玩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听我的，你来，七月，你说七月，我就不七月初七什么节？七巧节。错了，哪有这个节呀？没有，有啊，有吗？你看邻居都知道有啊，这什么节呀？七巧节呀！哦，牛郎织女来相会，谈恋爱，我最爱过这个节了，我呀！哎呀，好，那邻居们，王叔是不是又错了？是不是还得罚酒啊？你这没办法。行了，我自己喝吧，我自己喝。好，不着急啊。不着急，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俩，你放心。都立了秀了，还不着急？不着急。哎呀，哎呀，爸呀，哎，是不是又该他了？啊，八月啊，八月，爸，该咱了。八月全是节，全是大节。是大节，我上头了，猜不出来。来吧，来八月，八月，说一个。八月有什么节？八月十二啊。什么节？我的生日啊！你滚去吧你！你的生日算什么节？不是。我自个儿猜，不用你了。我看这小子，他不是没有坏心眼，他是一肚子坏心眼的。没有，不是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俩，还打不过，快弄死了，还打不过呢，还打不过。我自个儿猜，八月十五，中秋节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老范，哎。这把是不是得你喝酒了？我怎么喝呀？我怎么喝？你怎么喝？那你是怎么喝的呢？我刚才都是这么喝的，这么喝的，这么喝的。好，喝吧。我喝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你都替我喝了。我。哎呀。王叔，你说你着什么急呀？你在这儿咣咣咣全替人家喝了，你少来这套！哎呀，咱俩这是欺负人！没有没有没有，补班了，少来这套！哎，王叔，我这王叔，我，哎呀，幸福来的太准，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儿个高兴！哎呀，爸！哎呀，痛快痛快！爸爸，行了行了，我觉着咱这游戏玩的有点过了。啊，他就这么对付我的。我说是爸，王叔，我可一直没把他当成隔壁邻居，我一直当成我亲叔。不是你，他既然是我亲叔，那就是你亲兄弟。玩个游戏，你说有你这么当大哥的吗？你说不是我就是爸，我得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，啊，我妈这才走了十来天，你就空虚孤独寂寞冷了。王叔老伴儿都走了十多年了。儿女都在国外，就一个孙子王小倩还跟着咱们啊，跟着咱们家小米粒去旅游去了。他不比你寂寞呀，不比你空虚呀，不比你冷啊。人家这样还陪着你玩，让你高兴。你说你这玩这游戏，咱俩是不是有点太不是人了？是，这我不是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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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爸，我不是人。你说对了。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吗？是我觉着我错了，不是我咱把王叔叫回来，给他赔礼道歉，好不好？咱接着玩游戏，咱让他赢，让他赢啊，让他赢，太可怜了，保证让他赢，我叫他。来吧，王叔，你这装备这是干啥呀？干什么啊？
刚才我输得很不甘心啊，我来报仇来了。哎呀，来，接着玩。不然我就不信了。王叔，王叔，刚才呀、啊，我和我爸确实耍了点小心眼儿，我给你道歉。你好意思？我错了。不这样，王叔啊，为了公平啊，这样你选个游戏，我们俩陪你玩。不陪你玩？你俩敢陪我玩？那你说玩啥，咱就玩啥啊？那行，咱玩扑克牌。打扑克，跑得快，敢玩吗？跑得快，行不行？我还就不信了，我这话。王叔，哎呀，我王叔让赢啊！来，哎呀，玩，哎呀，咱这有扑克牌啊，玩，哎呀，我来分牌，哎呀，这是一摞，哎呀，这是一摞，这是一摞，来吧，王叔，你先挑，你挑，我挑，那我这摞，那我这摞，等会儿我来接住。哎呀妈，毁了，毁了。傻小子看见画一样一炸我呀。王叔，王叔你先出吧。我出个六，我这个牌。哎，对，我先出个六。六要不要？不要。六不要。一个六，一个六。不要。好，你看看，好，六不要。哎，好呀，六不要。来，两张四，不要。你上不去，上不去，上不去，好哎。三张三，哎，打不了，要不起。什么牌？三张三不要，太好了，一条大龙。要不要？我更要不起了。那你这满手的，我这都没有他大。那我走了，一张九啊！哎呀妈呀，幸福来的太突然了，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天真高兴啊，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天真高兴。哎呀，过瘾呐！王叔，王叔，嗯，你最后出了张什么？一张九啊，九是吧？你这来吧，玩玩。说实在的，玩不死他们，我这圈儿。嗯 K 尖儿二大王炸你，哎呦炸你，以为哎你炸来大哥，哎呀要得起不？不要走了，等会儿，哎等会儿，哎等会儿，啊你这么好的牌我两张四你不要？我要不起，你要不起，你看看你看你这一手炸，你要不起，你要不起。不是王叔，你不都走了吗？对，那俩就是想叫我走，不带我玩，对不对？我还不玩了呢，我呀，戏服印呐，不是什么人呐，让他输不高兴，赢也不高兴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我得。他这真生气了，爸，你劝劝他。我还你劝劝他，劝劝他。老王，一边带着去。小老王，一边带着去。摸摸毛，气不着。你等。你这么大岁数，像小孩似的。我跟你说，老王，咱们俩这是一辈子了，啥关系呀？对。咱俩那是从小光着屁股长大，你光着，我穿着裤衩。不是，你说咱俩这么多年吧，说句实在话，你别看天天打打闹闹，还挺有意思。真要是没有他这个人啊，我活的还真就不这么自在，还真就不这么快乐。对，我为什么那么便宜的价钱把原来那房子卖了？又花这么贵的价钱跟人家对门买个房子，你有钱呗？我有没有钱你不知道，我是离不开你，我舍不得你啊！行，别生气，老王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我给你鞠躬了。你少来这套，你管多就这样。
打一巴掌给个甜枣，打一巴掌给个甜枣。那你今天给我一巴掌，没劲。我再使点劲。男儿一口气，流着相思泪。感谢大哥当初一巴掌。我出来，你在俺家喝二两，你别喝，你身体不好，老米不让你喝酒，那咋办？要不咱俩下盘棋？下棋？说好了，啊，不带耍赖的。都多大岁数了，下棋还能耍赖？不能急眼，小孩啊，下个棋就急眼。不带回棋的，保证不回棋。来下棋，下棋。哎呀，他俩可算是和好了。行了，王叔，爸，哎，你俩下着棋，我去做饭去啊。行行，你做饭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坐吧坐吧。你先走。来来来，红线黑后，老小孩嘛，这不是。来来，哥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先走。啊，当头炮，把马跳，打你诛心足。我踹你的炮，我跑一步。哎哎哎哎，缓什么步？缓什么步？我没看清。缓什么步？刚才说了不让缓步，不让缓步，你缓什么步？我没看明白。你刚才又缓什么步？我从小人缓步，不让我从小人缓步。我说你俩怎么又打起来了？你别管，你缓什么步？你把炮给我，把炮给我，你给我炮，你给我炮。你俩能不能不打呀？哎，咱能不能好好玩个游戏？你知道吗？